臭腳賊剝剩底褲老爆被捕。台灣這個賊仔對腳臭到連睡覺都被他臭醒，阿 Sir 都頂他不順，嗱嗱聲要他穿衫和對襪。他認真大膽，前晚爆完新竹獅子會監視的家，五個鐘之後食過翻尋味，不過太熱了。我是通缉犯，你别给我抓。31岁孖烟通贼仔狂奔1公里，都是走不掉了。